天我们搜狐拿到了特别通行证。哇，大家看到没有？好。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全是女厕所，这也太不公平了吧！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这就是2022奥运会的主火炬。注意看啊，我觉得又不太像火炬。它不是火炬啊，大家记得不是火炬。哇，最后一圈，最后一圈。中国奥运为您直播2022伦敦奥运会110米栏决赛。我相信刘翔一定能够办得到的，一定。哇，哇！哎，中国奥运西游伦敦记，昨天呢，我们还在门口看这个轮动完，今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里面。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搜狐拿到了特别通行证，只有这样的证件才能拿到这个里面。大家看到没有？近距离看一下。然后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呢，刚才大家向大家介绍的就是轮动完。其实昨天我在外面看的时候其实还好，为什么叫轮动完？今天我终于明白了，确实像一个碗，大家看到没有？还是比较宽阔，非常的壮观的。伦敦碗是201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体育馆。从外观上看，伦敦碗是一座通体白色、上宽下窄的钢结构建筑，一共由五个环状结构组成。其下沉式的碗形设计可以让观众更近距离地观看运动员的动作。白天的伦敦碗外形如白色垂直百叶窗帘，让它看起来轻盈而富有活力。而当夜晚来临时，灯光打在场馆身上，又平添了几分通透感，好像一只漂浮着的瓷碗。这样独特的造型与2008北京奥运会的主体育馆鸟巢相映成趣。东方有鸟巢，西方有饭碗，奥林匹克史上留下一段佳话。在伦敦碗的旁边有一个形状怪异、特别奇特的建筑，大家知道是什么？这就是2022奥运会的主火炬。其实我觉得这个火炬啊，其实也是蛮奇怪的，非常的特别。我觉得有点像那个过山车的铁轨，不知道能不能到那边去玩过山车呢？那我们现在就去近距离去观赏一下伦敦碗的不一样的地方，走了。现在我们近距离看啊，我觉得又不太像火炬，大家看到没有？因为我在从下往上我找了一下，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可以燃烧的地方。我想伦敦的这种点火的方式，我想很多人就是比如说下面有一个机器啊，然后像过山车那样的，然后盘上去，盘到最顶的时候，然后再点上火炬都有可能的。我们还是确认一下，确认。鲍春来同学太莽撞了，他眼中像是火炬塔的建筑，到底是不是伦敦奥运会的主火炬呢？让我们跟随摄像机来考证一下。这里看到了很多的运动员，不知道他们是从事什么运动的，但是我知道这个里面现在在举办一场比赛。每一届的奥运会之前，它前几个月总有一些这样的比赛，然后测试一下场馆啊，测试一下后面的工作人员他的配合啊。哦，我们现在要那个，可能要这样证件才能进去。Yes, thank you. Okay. Yes. Hi, thank you. 这里的戒备还是蛮严的。刚才我们进来已经有了两个这样类似于这样的检查的这样的。这个证还是非常的管用，没有这个证的话，我这样估计也进不来。哇，大家看到没有？在外面你还看不出来它有多么的广阔，多么的大，在这个下面的时候你才知道，你看到没有？哇，非常的不一样，气势在此时此刻终于显现出来了。所以要不要去采访一下？好啊，太好了！对不起，误会了，他是这个叫
汤普森女男爵，她是现在英国上院的那个男爵，她获得过13次残奥冠军，打破过30多次世界纪录，是这个迷长跑、迷跑、100米、200米、800米等等，对对对。他是英国最著名的残奥英雄。And this is Mr. Bao Chunlai, who is badminton world champion. Yeah, from China. 等一下，他们帮我们介绍一下，他曾经参加过多少个比赛 ？I've competed at 5 Paralympic Games. So I did Seoul, Barcelona, Atlanta, Sydney, and Dublin. And then I worked in Beijing. So I worked in media for Beijing. Five Paralympic Games. 我只参加过两次。Yeah, he said I only participated twice. 你比我厉害，你比我厉害。而且他拿过了13次奥运会冠军。11. Yeah, 11. 11. Yeah, 12. Yeah. 我一次都没有拿过。But I competed for a long time. But no, it's great to be here because I think London's going to be the games. It's hard to follow on from Beijing because Beijing was so good, but we'll try.打破很多次奥运会的记录，残奥的记录，残奥的记录。因为我知道了，残奥运动员真的是还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而且呢，能够在这样大的一个盛会，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到奥运会，而且拿到11次奥运会，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作为这一次奥运会，那个他有什么样的想法吗？跟目标吗？I just want this to be the best Paralympics it can be. Just, and we're working really hard to make sure it's good for the athletes, it's good for all of them. We just want to do the best we can. 当然我不会说英文，我只能用英文。你帮我问他一下，就是他在这个伦敦碗里面比赛，跟在鸟巢里面比赛有什么区别吗？ Oh wow. I remember the first day I went into the bird's nest.And I was working for BBC and commentating, and it was just full, completely full. Yeah. And it was amazing, just the noise and the crowd. And I remember seeing the look on the British athletes' faces as they walked onto the track, and I was like, they just couldn't believe it. So I'm hoping we've sold lots and lots of tickets. I'm hoping that it will be as exciting as that, and we get as many people coming to watch. And it's going to be.Different. I think the weather's going to be different. Not as hot as Beijing, but Beijing was beautiful. But I'm hoping we can kind of have the same kind of atmosphere that they had in Beijing.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luck. Yeah, shouting. Shouting from the sun. All right. Bye b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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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可以容纳8万人，错了，这不是火炬，哒哒哒哒哒哒哒。到了这个地方，气场明显就不一样。8万，气场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当然，从外面看的话确实很，但是你来到里面的时候，哇。这个地方。跟我们跑比的话，我觉得鸟巢还是大一点。鸟巢稍微大一点，因为它这上面都是可拆卸的，可拆卸的，都是全卸的。看来今天可是没有白来了，竟然是非常值得的。现在我们是在伦敦碗的里部，大家看到没有？哇，多么的宽广！而且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种格调。你看这个周围的这些椅子啊，都是以黑白这两种颜色。而且呢，这个体育场最多可以容纳8万人，但是呢，我刚才听一位专门了解这边的人是他说了以后，就是说这周围两边的所有的这些椅子啊是可以拆卸的，拆卸掉以后呢，就可以容纳，只能容纳25000。我想这可能是跟这种节省这种空间啊，环保啊，这个有关系。我觉得他们在这个方面上花了很大的功夫。本届奥运会无处不体现出绿色环保、节约实用的理念。为了方便奥运会结束后方便快速的拆除，伦敦碗的50000个临时座位全部采用精致铁架设计。很多奥运场馆都会在奥运会结束后被拆解再利用。和这些临时座椅一样，被拆解的建筑材料都会应用到伦敦社区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去，以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我想在奥运会期间，如果在这边看田径啊、看足球的，
所有的这些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啊，肯定就是要如果要一口气看完，肯定不可能的嘛，有时候总得下来休息一下，所以这个地方还是非常方便，基本上这一排全是洗手间。这怎么回事？大家看到没有？这四排全是女厕所，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我想到时候来这个地方看比赛的人，肯定也有很多男士啊。为什么？全是女士，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道歉很没好意思。这也是女士，太不公平了，太不公平了。对男生来讲，这是太不公平。但是回头一想，我觉得也是，因为女孩子嘛，上厕所还是会比男孩子花的时间要长，所以呢，我觉得这还是非常的人性化。好，这里有一个男士，这里。刚刚我们不是进来是有很多的运动员出去吗？没想到这个地方刚刚举办完一场就是残奥会之前的测试赛的一个比赛，我们没有赶上，非常的可惜。但是呢，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伦敦碗的里面，我觉得已经非常开心了。那个红色的建筑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火炬，错了，这不是火炬。刚才我们经过证实，这只是一个媒体的瞭望台。伦敦奥运会期间呢，媒体可以通过那个瞭望台来观测这个场地里面所有的动态。它不是火炬吧？大家记得，不是火炬。伦敦轨道塔由钢铁业巨头阿塞洛米塔尔建造，因此它也叫阿塞洛米塔尔轨道。这座红色的轨道状建筑矗立于伦敦奥运会主会场伦敦碗的旁边。伦敦轨道塔是由英籍印度设计师安尼什·卡普尔和塞希尔·巴尔蒙德共同设计。观众朋友们看了轨道塔的外形，一定叹为观止。如果观众们知道央视大楼也是出自安尼什·卡布尔之手的话，就会了解轨道塔的设计为什么这么前卫啦。阿塞洛米塔尔轨道，这座高115米、呈现蜿蜒曲折的向上面貌的铁塔，是由1500吨钢铁制成的。其中63%的钢铁为回收利用，可谓是一大亮点。其次，这座高塔极具挑战性的不对称结构，改变了塔建筑单一结构的传统理念。另外一大亮点则是它的三条极具不规则的腿，使得它从任何角度看都不是统一的形象。伦敦轨道塔将在正式揭幕以后接受为期10周的调试，最终将于奥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也就是7月28日正式对外开放。预计它每年可以吸引100万游客，为奥运会后伦敦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那么真正的火炬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刚才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我想这可能又是伦敦奥运会的一大特色，给我们不断的惊喜啊！那我们自己去找，自己猜。 OK， 那我们下次找找吧。我现在跟着阿黎来到了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的主会场，啊，这个场地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兴奋，空气当中都杂加着一股什么味道？应该算是塑胶的味道。哎，为什么会有塑胶的味道呢？新的。那到时候我们奥运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这种味道吗？那肯定没有。那太好了。不过呢，作为曾经是运动员的我，每次来到这么新的地方，这么好的地方，我就觉得特别的兴奋，特别的热血沸腾，特别是看到这种，我在想往前跑。你看，我们的摄像师大哥都已经兴奋得不得了，他说他已经站满了。这个地方确实能让人兴奋。不过呢，这个草坪我刚才还以为是踢足球的，比如说梅西啊、C 罗啊，都来这边踢。
但是好像这不是踢足球，这只是田径。这个场地有可能只是田径。我看到没有，是一个洞。我想这是铅球砸的。好，那边，那边是应该扔那种飞饼啊，扔那个标枪啊，还有练球啊，还有包括那个地方都是。嗯。这个地方就是铅球。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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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多洞了，哇！这些草坪真的是看上去非常的绿，它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哎，我们现在请了一位那个我们本地的协调 ，Hello， 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草坪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从哪里来的？这个草呢，应该是英国本地的草，因为英国本地呢，因为你也知道英国的足球运动啊，包括板球运动啊，包括英式橄榄球啊，都是在草地上进行的。所以说呢，英国本地呢，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很大片、很大片、很漂亮的草坪。所以呢，我觉得这些草呢，应该就是英国本地的草。这个我倒知道，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电视上看到英超嘛，英超的那个草皮还是非常的。对，这个每一个球赛的质量都是很不错的。对。然后呢，在这个体育场呢，在奥运会的比赛结束之后呢，这个球场根据目前的安排，它会成为英格兰一支足球俱乐部西汉姆联队的主场。西汉姆联队的主场。对。就是在奥运会之后嘛。对，在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个体育场可能会成为西汉姆联队足球场。足球俱乐部的主体育场。哦，嗯，那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超豪华了，这已经。嗯，这个伦敦碗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零七年建造。2007年开始。2007年，对，在北京奥运会之前，它就已经开始建了，因为它2005年申办成功了嘛，哦，它当时就已经决定要新建这样的一个体育场。啊，这只是在近几年才建成的。对，近几年才建设成的。哦，它现在已经完工了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基本上已经完全完工了，哦，已经交工了，哦，剩下的就是一些我们有看到一些辅助的一些台子，可能还是在修缮一下。哦，这但是在奥运会开始之前，一切的事情应该会准备好迎接世界各国运动员、教练员和观众的到来。哦，不可能吧！到画面。现在大家看这边有几个工作人员，我觉得有一个工作人员很奇怪，我们来问问他。你知道吗？我在这个地方已经重复不断的摔了很多的跤，所以呢，我们中国的运动员来到这个地方，特别是那些要拿牌的那些运动员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跑完以后记住不要碰到这个地方，很痛的。能采访一下他吗 ？They want to make a film about us. Normally, we don't have the law. Normally, 但他们是这边的场地的维护人员，不可以采访是吧 ？OK. 我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做什么的 ？They just want to ask.What is this thing do? That's a stupid thing for people that are on the first athletics things, and we have both of them. 就是这个，就我们一般都是看那个田径啊，是最后一圈的时候，是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就叮叮，表示哎还有最后一圈，赶快加油，赶快加油，就是那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不过他为什么要放在脖子上？他是想跟我赛跑吗？你跟他说我可以跟他跑200米吗？张春。Don't cross the line now.他跑得好快。Don't cross the line.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Another minute. Come on! 最后一圈。最后一圈。Come on! Come on! 哎呦，累啊！World record! World record! 1分04秒。疯了！400米1分04秒，不可能吧？我平常跑步都没这么快，我最快也就我们平常保持在1分10秒以内，最多也就1分5秒，他能够跑1分4秒，还背着一个钟？对啊。I hope to see you. Great, great, great.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我很想跟他比一下的。
Bang! Bang!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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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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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it. Yeah. 现在是豆腐奥运为您直播2022年伦敦奥运会110米栏决赛，我相信刘翔一定能够办得到的，一定。好，开始了。我先带刘翔尝试一下这种跑道的滋味。那位突然出现的外国友人原来是一位媒体记者，他按耐不住想跟鲍春来同学一决高下呢。外国先生 ，OK，Where are you from？ London。London，Yes。I'm from Beijing。Beijing，Yeah。Beijing， that's London。Yeah，London，Beijing，OK。OK， 好吗 ？OK。London，London。Beijing. Come on, London. Come on, London. Okay. Come on. Okay, ready? Come on, man. Okay. Okay. Getting ready. Okay. Wow, how 紧张 Ready? 3, 2, 1, g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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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Okay, 3, 2, 1, go! 加油！加油！快出来！加油！啊！ I'm French, badminton ball. Ah, right. Okay. Okay. Yeah. I often. It must be good. It's a good team. It's Lindan, is it? Lindan, yes. Top player. We're teammates. It's great. Yeah. 他知道林丹。Of course. 林丹 yeah. 林丹 yeah. Yeah. I watched him at the Asian Games in 2006. I was working there in Doha. 2006 in Doha. Yeah. In Doha. Yeah. Doha. Yeah. Did you play there? Yes. Yeah. I'm champion.不啊，我是那个团体冠军，跟林丹一起的。He said that he is a champion in group. Oh, the Chinese team won. Yeah. I watched it. Yeah, I watched. And the Malaysian guy was called Hidayat. Tarik Hidayat as well. Remember him? Malaysian. Li Chongwei? No. Tarik Hidayat, is that right? From Malaysia. 是什么比赛？羽毛球比赛在什么时候？今年吗？06年。I don't know. Oh, maybe a different player. Okay. You must have been good, though. You must have been good, yeah. 他说你一定比得很好。Thank you. That's very good. Nice to meet you. Okay. How do you think? Yeah, maybe a new sport then. Yeah, maybe try athletics next time. 他说下一次试试跟你一块比田径。Make a comeback. Make a comeback. Maybe we can play together. No, you're okay. Okay. See you. See you. Nice to meet you.很累啊！这次导演，这今天这些事情，我觉得导演还是够意思的，做得非常好，让我能够来到一个里面。虽然时间很长很累，但是还是很开心的，极大的满足感。相信牛津在里面轮流的工作，是我们二组的任务，必须的啊。考察地形，以便于我们取胜。不对不对，没关系，我补习知识。在里边还好吧？我出不去，又在我手里该死该死的。收起来。巧兵过来，这不是我们聪明，这是敌人太傻。好了，我们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臊的生活。高轩。牛津不好考，你们在这里好好上学。哎。